Hello， 我是明俊。昨天有一位粉丝他要跟我单挑 ML， ML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Mobile Legend， 对。所以呢，想知道这个粉丝是谁的话，记得往下看哦。我现在我就是要打电话给他，先问他的最常用的是什么射手啊，什么啊等等之类的。所以我现在我先问他先。Hello， 听到吗，粉丝？我是世界上最好的 YouTuber。你不想跟我单挑？我是世界上最好的 YouTuber。好，对。你最擅长用的职位是什么？还有你玩 mobile 几年了？两年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去单挑哈。OK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跟我的粉丝单挑 ，Let's go。这个笨蛋。No, no, no, no.
你不要紧张。我不懂要用什么。因为我很少玩魔宝，对，我反而我真的很少玩这个游戏，有玩是有玩，可是很少玩。那其他英雄，这么紧张吗？这个 ML， 来来，我先去小女生，我先去小女生。给他用了那叫夜 boy， 夜 boy， 给他不用，那边还有没？到，开始进来了。第一招，第二招，第三招。啊！都没有用啊你。Hello， 粉丝多，我承认你厉害，我承认你厉害，所以你要给我什么惩罚来？没有惩罚。哇，这个粉丝很好啊，他没给我惩罚，很好。我给你惩罚。哎，他讲没有惩罚，我惩。我跟你讲，好，我把你惩罚。啊？你讲话，你讲大声一点。我把一个惩罚变成更大的惩罚。也不能这样啊。叫你带我上啊！我不要。给我别的挑战，给我别的挑战，不，给我别的惩罚，讲错。不让我讲话，讲不出来就不用了。啊？啊！你不能用手吃饭。我不能用手吃饭。OK。来，你跟粉丝们讲，大大声的来。不能用手吃饭呢。OK。吃白饭不能用手啊，白饭而已啊。啊！早餐的呀。不管你放水还是吃什么，不能用手。啊 ，OK。
可以可以，算你有良心哦，算你有良心。我已经没有了。OK， 早上而已啊。好。OK， 所以我们，哎，等一下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做这个粉丝给我的挑战了，好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见。拜拜 ，peace。